啊，你应该今日就讲三月四季嘅内容，同欢迎来到阿罗拉嘅活动。好，首先讲三月社群，三月社群咧就系、是、双主角，咁就系穿山鼠同埋阿罗拉嘅穿山鼠嘅，咁就会喺三月十三号星期二日上午十一点至到下午五点嘅穿山鼠同埋阿罗拉嘅穿山鼠会喺野外出现几率提高，咁啊有色为版啦。活动开始直至到当日的晚上七点前，将穿山鼠进化到穿山王，咁可以学到专属的招式。关刀地区的穿山王仔学到一般招式的暗泽要害，而阿罗拉的穿山王仔学到一般招式暗影爪。穿山鼠社群人限定的特殊调查故事沙隐鼠人，你需要港币$800或者台币$33或者是美金$1，同埋都唔少得有1/200嘅皮币礼盒，咁只能购买一次嘅。今日里面就有30个嘅高级球、3个超级孵蛋器、5个 lucky、1个嘅厉害特殊招式学习器。旋转补给站开启友情礼物，游戏商店度购买咧都可以获得到活动主题嘅贴图。商店咧系有免费礼盒，有30个高级球嘅。孵化嘅距离系会减到去1/4嘅。使用分开或者引力模组咧，得完成3个钟嘅。拍最多5次嘅高 lap shot 照片咧，系可以遇到社群主角嘅。咁第二个活动啦，咁就系今日已经开始咗嘅活动，就系欢迎来到阿罗拉嘅活动内容。咁就喺3月1号嘅星期二上午10点至到3月9号星期三晚上8点嘅。咁你首先讲咗今次有咩第七代嘅新 Pokemon 加入先。首先唔少得有第七代嘅御三家啦，小督儿、猫游少、岩狗狗。咁唔计佢进化形态咧，今次咧系有7只嘅新 Pokemon 加入到呢个 Pokemon Go 嘅。咁其中2只咧仲开放埋色围版，就系岩狗狗同埋猫游少啦。你又可以遇到第七代嘅御三家同埋小督儿。猫游少嘅收藏家挑战咧，除咗捕捉游先喺野外嗰6只之外咧，仲系要将猫游少进化成猫游探长嘅。完成咗之后，咁就可以获得到7000G 啦，同埋15个嘅高级球噶啦。团体战咧，大家可以注意1星团体战嘅岩狗狗啦，同埋5星团体战嘅卡珀明明嘅。田野调查咧，系可以遇到小冬儿啦、猫游少嘅。咁好啦，呢两个活动内容咧就系咁多啦。至于大家咧对于呢两个内容咧中唔中意啦，位置嘅内容咧我都会喺晏啲咧讲埋噶啦。好啦，如果中意甜片咧，记得就咁去订阅、订阅埋佢，先到身边咧做充电。如果想多生活动力，身边嘅上咧都可以 follow 我，最近挂插菜见，拜拜。